2块多一斤，2块多一斤。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2块多一斤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，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的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几们啊，就咱家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，谁是花14.9啊买的5斤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啊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14.9给咱发5斤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3.9啊给咱发5斤刀削面。并且呢，咱家的款铁棍山药刀削面啊，配料表干干净净，只有小麦粉、山药、食用盐还有水啊，这四样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它这个山药的含量呢是20%啊，配比呢还是非常高的。看一下咱家的款铁棍山药刀削面啊，就是中间厚两边薄，它的口感呢就是爽滑筋道又 Q 弹啊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平常呢做个炒面了，做个凉面了，做个辣子面了，做个热汤面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非常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换刀削面，因为咱家的款刀削面呢配料表啊干干净净，不含辣满清刀的成分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是太合适了，厂家直接卷到了14.9给咱发5斤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3.9给咱发5斤刀削面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安排。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3.9啊给咱发5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